哎、欸，我有预感这一场会打到房。我这么久没有回来看老爸，一回来就让我遇到你哥。应该会掉到我身上吧？我有预感。我觉得会掉到我身上。场会打到房、哦。我真的，我打宝玉最好的就是六张。绝对会是法杖。不要再法杖了啦！我只缺德来个饰品还是迪纳摩啊？饰品还是六叉还有什么好用啊？六叉有什么职业好用？